比赛之类的，应该都要花蛮长时间的。现在电竞类的游戏都还可以比赛，有还真的就是我觉得有那个游戏的独特魅力。鞋子也是黑色啊，不然这样好了，就黑色的部分啦，就是黑色。然后目前服装的颜色稍微做一点，哦，还在打哦，果然还在进行当中，不过也没关系啦，反正我这边也都画到这样的时间点了，也没差了啦。画 LOL 的二创吗？可是我自己本身不玩 LOL 欸。对啊，我自己本身没有在玩 LOL， 所以你要看到我画 LOL 的二创的话，可能就要让你小小失望咯。欸，因为我的习惯还蛮，就是我都会觉得说自己没有在看的作品，可能就比较不太会去画啦。除非刚好有某个那个角色，就是角色设定一看让我觉得哇萌到爆啦，就很想画之类的，就整个心头好的状况为前提，那也许可能会想起心动念画一下啦，不然的话可能一般来讲不太会呢。如果真的要看画 LOL 的角色，最有机会看到大概就是看我画金克斯吧，因为就病娇还感觉还蛮有趣的。稍微再调整一下服装的颜色好了。再深一点，然后饱和度再高一点。想让它蓝紫色一点好了。这样感觉比较病。比较有种神秘美、神秘感，酱红色，处理一下皮带的部分，太强。像这种时候，当然有感压的笔处理起来会快乐的多了，没有感压笔弄起来就稍微比较讨厌。Whoops。好，皮带搞定，再来扣环。扣环这边的话呢，处理起来就简单了，因为我只要把原本的颜色擦掉就行了。太强了，再多一点点。
今天居然还有个小小的扣环皮带，好多、哦！我决定无视它，我决定无视它好了，要不然我觉得这个磕不完吧。嗯，好 ，OK， 然后再加上一点深色，用服装的紫色好了，然后带一些再更深的颜色，那把透明度锁起来。在这边再渲染一层黑色的色彩，但是不能做太多，适当就好，还是要透出原本的紫色。做一点气氛。太多太多太多，少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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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就这样子吧。哦，10.08了，好可怕！头发的部分还没画呢，头发目前看到的服装其实就是纯黑啦，那不然头发也来用这个颜色好。先来用深色带过，边缘一些毛躁用涂抹工具刷顺。
然后避免轮廓被吃掉，所以有一些头发影响到的部分要修整一下。顺便画上一些发丝，有一些发丝看起来会更自然一些。然后头发的部分也是一样，做一点点的刷淡。这样子就有立体感了。太多太多，轻轻的，像这样子。OK， 然后再添加一点颜色，透明就锁起来，再加一点点，再做一点点的红吗？好，红一点好了。然后顺便做一点挑染，红的比例再加强。OK， 头发搞定。哦，这样会很让我整个欲求不满呢。线稿的部分又让我觉得可以再多来两下有的没的东西。虽然好像以现在的时间不像是能够让我耍任性，可是还是想任性一下的。啊，冲啊！至少让我把肤色的部分上一些红，不要让它那么强，要不然纯黑色的线条配上现在的色泽，那个深色感觉太强烈了。好，OK， 好，再来做一些黑色的部分，加，然后很深的黑，蛮深的，真的蛮深的。坐在好，目前颜色涂成上方，这样直接给它黑下去，像是雨伞的把手啦。这原本原图就有在这边做了一个伞柄，其实我自己本身画图有一个奇怪的个人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我都还蛮喜欢就是使用笔，其实也没用几支笔，就可能就是决定好用哪几支笔之后，然后就是用那几支笔，不会再换别支。
把雨伞擦出来。目前这个伞的支撑杆的部分，我想就不需要上色，因为其实再上色反而它辨识度太低了。那只需要把刚刚涂到的颜色擦掉，然后再保有原本的线稿线条，其实呈现出来效果就够了，这样就行了。那我做错组成了，到这边来。好像这样。那再接着的话是鞋子。鞋子其实是皮胶跟，所以等一下是要花点时间把皮的感觉做出来，就那种亮面皮革的感觉做出来。我还有13分钟吧，我可能要迟到一下，要应该说要拖延一下。鞋跟是别的颜色，那为求方便，我直接先把它涂完好了。其实不晓得有没有 cosplay 界的亲友，我认识的，不晓得有没有偷偷来看。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就你们要不要提供一点照片，提供一点照片让我们来玩 play 一下，每周 play 一下。哦，我没有感冒，我没有感冒，只是就。在固定房间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这样子，就会有时候那种过敏性鼻炎吧，大概吧，有一点点那种呼吸上的影响，但是不打紧的啦。有时候可能太热或太冷，这就是那种吃汤面嘛，吃完汤面之后都会流鼻涕，就有一点那种过敏性鼻炎。好，鞋子这样子。哇哦！肤色做一点点修整，这边有点哇哦，强过头了。稍微把脸颊的线条做出来，讲错了，脸颊的立体感、亮面做出来。这样我觉得好多，再稍微抹一下。还可以啦。不用。那再接着的话，黑色部分锁起来，做一些亮面处理，亮面的光感用紫色好，然后太颜色饱和度太高，低一点。
OK， 大概像这样子。然后鞋子的部分就，鞋子的部分可能真的要换笔喽。换，好吧，革新是积木。再做一点亮光，稍微调强一点，红一点笔刷小一点，透明度高一点。最后呢，再涂抹一下，让一些太粗糙的部分看起来顺畅一点。好了，这样就完成了胶跟鞋的感觉。再来，鞋跟的颜色，鞋跟颜色是木头色，我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不好意思哦，大家，今天我话比较少一点，对，因为真的想要很认真专注的把一张图画好来，所以就会比较专心一些。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嘞，再稍微做一点点小东西就好了。像目前衣服这边的话，紫色部分我稍微想要染上一点鲜红色。这里，让衣服的部分层次稍微能够凸显出来，要不然只有紫跟黑，太凝重了。然后手臂这边也是稍微点缀一下，然后也沿着晕染的部分点缀一下。像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比较符合这个原本月玲在拍这一系列照片的时候的那个气氛跟感觉，哦，那种黑色哥德系的 feel。
最后啊，也不要最后啊，我觉得现在这样子应该算是预想范围内还 OK 的样子了啊。好了，裙子的地方还有点，还觉得还总觉得还可以再加一下。哦，选错笔，还要选回原本的水溶笔，橡皮擦也确认是水溶笔。这边稍微做一点，太多。看一下，OK，好了，那这边稍微加一点点就好。先做个大概。再用橡皮擦把涂到腿的部分修掉。再做刚刚太强部分的修饰。然后做一点点的气氛，一点点。好，然后我再调整一下整体的曲线，哦，让它红色、黑色对比强一点，哦，这样看一下效果，这样比较好。OK。头发部分稍微也再加强一下下好了。这边刷一下。应该还可以哈。希望大家不嫌弃呀。我嘞。没错啊，怎么画不上去？先存个档，再打开。为什么画不上去？都是的。虽然说是锁定透明度，可是刚好上色啊，为什么涂不上去？颜色没换。啊，这样子吧。
10:30了，所以10:30了，有发生什么事吗？平宽就顺了吗？比赛完了吗？现在只关心这个而已。好，画完了，这样算画完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我要签个名。感谢大家，我要签个名。OK。然后今天的话，我觉得就用这个。他不让我画了，不至于吧？刚有突然停掉了吗？吓死我！好啦，我画完了啦，我画完了。对啊，这让我缓冲了3分钟，好不好？3分钟而已嘛，不要这样了，好吧？用红色签名，用红色签名有点恐怖哎。Deep 再深一点好了。好，这样子啊，哦，画完了啦。那今天的话呢，是今天是3月19号，哦，所以我先签个名。签名用比较正常一点的笔好了，我用葛新斯基签得起来吗？看一下，哦，还可以，还可以，不会，不辛苦，感谢你们来收看，超感谢。先签名，2015年3月19号 ，AK。然后 on Twitter， Twitch TWITCH， 好 ，OK， 然后签名不要那么大了，签名小一点，签名小小的就好了。好，然后要楚月琳。OK， 再拖一个。好 ，OK， 感谢大家收看。那当然，最后也是提醒大家，这次的实况当然也会依照惯例把它弄到 YouTube 上面去。那因此呢，如果说大家刚刚有收视不清楚的，然后收视的部分可能有些断断续续的部分，也许可以透过 YouTube 的频道上面的完整内容，然后做一个补遗。那感谢大家收看喽，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喽，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四再见喽 ，Good night， 拜拜。